这是我找的新室友，北方狼人，名字太长了，我也没记住，叫他大毛就行了。Hello， 哦，狼人，平时掉毛吗？妮妮呢？她出去玩了，说是要熟悉一下附近的环境。好吧，那待会儿再介绍吧。走吧，我带你去看看屋子。吸血鬼和狼人不是天敌吗？进去看看吧。哦，这屋子好棒啊。是不错，就是有点脏东西。脏东西？你要是想住这儿，就把脏东西赶走吧。我是不是被小瞧了？原来你们都敢欺负我。